烧行啊，就这么个歌。想当年有这个，对对对，是有词儿的呀。对对对，想当年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我的皇帝。哎，接下来挑两位年轻的音乐人，用不同的身份唱这个女儿情角色，白骨精，白骨精来唱，演技多端的那个人，对对对，演技多端的，对。可是我很实在的一个人，你得揣测一下。老师，要不来先示范一个？吴老师，对，吴老师。要求问圣僧，唱歌的时候还配音呢，怪音儿，怪音儿就是这儿出的，怪音儿这儿出的。你来一个狐狸精，狐狸精。阿弥陀佛，师父有妖精，还勾魂的。你看，徐老师都说你很勾魂的。可是我很实在的一个人，实在的一个人。手稿，手稿，手稿，哇，手稿来了，这个珍贵了。哇哦，这是当初的最第一个草稿。哎呦，我也应该留着点儿，我好多飞机上那个呕吐袋上都是我写的那些东西，我都扔了。写完之后，写1985年8月33日，我在上面写了八个字：腾飞、坚定、幻想、向上。这是我给。